说好的1200元搬家费，结账的时候却变成了18000，这是百度上排名第一的搬家公司。北京的吴女士搜索搬家公司哪家好，第一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正规的四方兄弟公司，结果对方不仅迟到，还强硬的索要天价。那他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呢就发到了网上，结果好多网友都反映自己也被这家给骗过。警方介入之后发现这家公司居然是个高仿号，冒充行业大哥的名号，却用竞价排名的方法把自己买上了首页。李鬼交钱就能变成李逵，这样的搜索让我们怎么相信呢？